战将柠檬技球场开唱，被发现五音不全后，每每开金嗓都成为应援焦点，甚至获颁灵魂歌姬称号。魔音穿脑的歌声瞬间变人气点播。近日柠檬 IG 上传一段练歌影片，飙高音瞬间破音，网友爆笑留言，这段美声怎么可以让牙音错过，让我们再来看一遍低切瞬间吧。反正都
分手，那你前面再去加一个 W， 就变得弱，变个错误。那为什么你曾经离队又回来？我那时候就是去开一间失败的东西啊，开了一间饮料店。那为什么有十点真的称号啊？我有上班的时候比赛都会打超时，所以以后像你没上班的时候再去看球。柠檬的腿到底有多长？来，我们现在现场来量一下。100，差不多100。哦，你怎么那么长啊？哦，你真的比较长哎，大概110左右。听说柠檬的猫女贵很厉害。哎，你算是一个很骚的人哎。对啊。像我都很喜欢这种的，这样。网友提问，什么时候举办粉丝见面会？可能比较难，因为我比较懒惰，但是我有自己的赖群。赖群的话，我可能都是想到就会办。像上次我跟他们圣诞节的交换礼物，我也是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，我才说，不然我们来交换礼物好了。可以接受远距离恋爱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之前的前不知道某一任男朋友就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对，那你们怎么见面？我们在一起3年。哎，一年见几次？一年可能3-5吧。那蛮多的啊。因为昨天我们去富国岛刚回来，然后我就在看我的护照，我就看一下我去马来西亚的次数。嗯，我这3年我是飞了10次。那他有来找你吗？有。然后每天都会视讯，然后睡觉啊。为什么要分手？好可惜哦。就是那时候可能年纪太小了。好了，那请问跟那个很棒，申浩伟是真的假的？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。申浩伟的应援怎么唱？申浩伟，申浩申浩伟，申浩申。可以有点活力吗？耶！棒啦！那你们敬爱令吗？有啊。敏感带在哪里？好辣，真的很辣。可能耳朵吧。哎，你跟奶昔一样吗？另一半的条件需要什么样？理想型的话就是高，然后。不是奶狗类型的，就是我喜欢粗犷的那种，嘿嘿。那你举例一个球员，申浩伟。申浩伟，听起来怎么蛮像的？对啊，听起来怎么好像像啊？从小到大都知道柠檬是酸的，但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柠檬是辣的。它是骚。我个性就是比较大啦啦。对，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心动的对象，你是不是反而会害羞？我是主动出击的人，我基本上我喜欢的人都是追得到的。对，就是不是追得到，就是我都会自己。弄来，柠檬的绰号由来是什么？这很无聊，就是国中的时候大家都有绰号，对，然后我就想了一堆水果跟食物的名字，请大家帮我投票。而且他不吃柠檬的东西，所以有些不认识的粉丝会送他柠檬糖，他就会。那你的三围是多少？3-4-D-2-3-3-4，很大哎。我好像来到泰国哦，有点。你是性欲强的人吗？其实还好，我是普通，但是我可以做得很满。什么叫做服务做得很好？天哪，那你前男友怎么会这样离开你？我不知道哎。那你看，如果你是男生，另外那个女生呢？最讨厌绿茶婊了。那我来问珍珍，珍珍大概交了几个男友后就该定下来？你觉得？哦，我没有交过很多男朋友。三个。他一定有发生过什么令人头痛的事情吗？哦，我觉得员工可能算是比较令人头痛。像我今天早上，我也是还有设闹钟叫员工起床。请问跟周家乐是什么关系？周家乐，他夸我弟，因为我叫周家珍啊。哦，我的本名对。请问像杨幂有什么好处还是坏处吗？有时候我去可能剪边弄妆发，妆发姐就说，你长得有没有人说长得像杨幂啊？而且他之前超好笑的，因为杨幂之前有代言一个什么按摩脚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再放在彰化家，放在家里。对，然后我弟还问我妈说，姐代言这个，然后结果他近看发现讲的不是我，是杨幂。好，那请问敏感带在哪？哦，我是脖子。耳朵我可以，真的哎。那你们互相爆料一个什么对方的怪癖？我的怪癖他们都不知道啊，就是我都很喜欢挖鼻孔，但是下意识挖鼻孔。然后说在场上的时候也都这样挖，然后你直接在场上挖？对啊，然后我说你在干嘛？然后说哦，啊，如果被粉丝拍到你 OK 哦？好像有被拍过，我觉得没差。我现在好像。那你的怪癖是什么？我有蛮喜欢 BN 就什么我的就是袜子。有闻一下你的脚吗？现在没有。你要去闻他的鞋子跟袜子。就我如果跳完球赛的那个丝袜，就是会蛮精彩的。而且这个我会知道我会比较臭，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就上课，我就脱鞋，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就突然跟我说，你有没有闻到很臭味道？我说我没闻到你说因为我脱鞋吗？好 ，Tempo 游戏。我准备礼物。你的 YT 订阅频道多少人？是。我没有 YT 没有。我今天让我们直接变10万订阅。因为呢，我们收到了林淡的10万。耶！哇，真的吗？我等超久的。你
赢了之后才可以，不然的话这两个要送给他。Angel,